结界大门都快关闭了，赶紧去把它顶住，不然等我比完了，咱们三个都出不去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老子抽的是梅，稳赢。这抽一张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啊，他怎么还不来？是啊，哎，雷洛，你刚才都抽到了什么？我刚才抽到一张梅，一张蓝，他是一张梅，一张竹。你一局就抽到两张梅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那一局也抽掉两张梅，一共就只有四张梅，他怎么可能会抽到梅呢？他是在骗我们，为了让我们先走。我看就不用比了吧，我抽到的是两张蓝，你怎么都会比我小。别着急啊，我还没抽完呢，那就还没结束。其实你刚刚撒谎，现在桌面上已经没有梅花了，所以你手里的也不可能是梅花。现在蓝最大，我已经赢了。其实你刚刚撒的谎，那两个人随便对一下就能识破，但我看他们到现在还没回，我看就是他们故意装傻，然后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这人嘛，自私也是很正常的，你别难过啊，以后有我陪你。我既然让他们俩走，就根本没想让他们回来。我还有一张牌没抽呢，万一你在撒谎，你手里拿的根本就不是两张牌，那我就还有胜算。参着你个白痴，你觉得自己很帅吗？你们俩怎么回来了？你问我们，我们还要问你呢。你竟然敢骗我们，我们两个哪儿也不去，看着你抽。对，走不了就打。好，那我就抽这张。你们赢了，走吧。这关试炼就是为了测试你们在生死抉择面前会不会丢下同伴。带你们走出结界，会看到一本古籍，只要伸手就能获得印记，那代表被我们踏风族的祖先认可。多谢，谢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我就说我一定稳赢吧。稳什么稳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自作主张，我跟北洛绝对饶不了你。哎哎哎！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你们两个打人很痛的，好不好？卓颖。
我要你从此刻开始，按照我心中所想画面，重绘古迹。是。那些都是我的回忆，也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事情。这就对了，难怪每一段都有你。若浮，你想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？是啊，想做什么不妨直说。还能有什么事？他兜了那么大一圈子，费尽心思，不就是想告诉我们，严风扎才是真的领路人吗？不错，风扎才是真正的领路人。不对呀，你不也是领路人吗？我是假的。无耻！枉我们每天跟在你屁股后面低三下四的求你，结果你是骗我们的。难怪你不肯为我们领路，原来你根本就是个冒牌货。哎，曹元兵，事情还没弄清楚，你别着急。若浮，那我问你，你都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现在告诉我们实情呢？哼，还能是什么呀？不就是怕我们通过了试炼变本加厉的缠着你呗？最初我是为了骗过石火王才谎称自己是领路人。那之后呢？之后不是存心？曹远兵，若浮要是怕我们纠缠，他直接躲开就好了，没必要告诉我们真相。若浮愿意告诉我们真相，还是真心待我们的。好，不管是因为什么，你现在愿意跟我们说实话，我就还当你是朋友。说回严风扎，他是什么情况？当年我在被拖走前，都还在恳求舅舅不要动手。那他到底有没有动手呢？严风扎是死是活呢？后来我被带回将军府，母亲告诉我，风扎失控到挣脱锁链，舅舅只能亲手杀了他。一个父亲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？我让你们看我的回忆，就是想告诉你们，凌风街现在已经没有领路人了，之前瞒你们，是我不对。对不住，但你们想要的，我们真的给不了。所以，请你们还是离开凌风街吧。曹元兵，去哪儿？严若浮瞒我们，我勉强当他不得已，但严灵玉。分别就是存心，这个试炼是他提的，让女儿领路也是他答应的。林若浮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严灵玉，我一定要去找他算账。别，曹远兵，曹远兵。